今天要去南寮 ，Let's go。人呢？阿拉，阿拉，耶嘿，迷路的家伙，哈哈哈哈哈，走吧。我看到卡在那个厕所啊，售票口的无奈，在那里而已，很正常。救一下，我怎么救？他没，我要那个、欸。他刚刚就是被困在这个地方出口，逆走的阿拉。新竹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跟笨蛋阿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找机车，来租机车吧。OK， 我们到新竹了，机车中。哎，这边有大圆摆哎。西大路西。车到了新竹国军医院了，好啦，正在修机车，我们现在机车现在卡住了，怎么了？出发！我们到南寮渔港啦，然后他就冲了渔港进去，进去，应该是他只有两个。没错，哇，成龙，我们来了，哇，好多人哦，哎，好多人，哇，满满的车，这就是圣地南寮渔港，观众而已。OK， 我们到南寮啦，来首次朝圣，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抓到成龙。OK， 去渔港那边。接下来的影片，请点左上角。OK， 那我们要撤退了。今天抓了五个小时吧，然后只有抓到百变怪跟铁甲暴龙，还有白海狮。OK， 今天南寮渔港之旅就到这里啦 ，Goodbye。